我下一把开始绝对不说话，绝对不说话，绝对不说话。死亡骑士。我跟你，哎，我先说完这句话再开始啊。我这个手牌不要太糊，等一下我打到对面找不到娘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不说了。我再说一句啊，我这手牌画了还是没画啊？我真不说了。我再说一句啊，这个其实很可以，对吧？我们保证有后续啊。我不说了。等一下啊，你让我喊一个大，对吧？大，我不说了。还可以，下回合啊，这个懂吗？啊，哇，血 DK， 不是我怕我不说话，你们等一下听不到我声音又难受了。会，我们一起推翻旧日的主宰，要有骨头扛啊！大。哎呦，血 DK 了，我们曾经是同行，我不忍了，现在我要吐槽你，我们现在已经分道扬镳了，你就是弟弟。我跟你说，不说话有用的。知道为什么我牛郎人吗？懂吗？不会抽了一个门吧？没有门就没有门，下回合我抽两张，我还需要门？武功踹脸也很疼啦，做人别那么贪。我是你为数不多不敢在人多地方看炉石的主播，这个很正常呀，因为你怕在人多地方看我，万一大家都爱上我了，是不是多一个人跟你竞争，俗称情敌嘛，这个我能懂的呀，没关系的，我看不上他们。啊，你谢谢我，不客气。但是我本来是想下回合握金的，哎，你说我这握一个汪峰我赚吗？这握个他是绝对爽的，握个。事不妙，兄弟，意义来了，朋友们咋整？大事不妙了，出事了。
来一个食人鱼激情。哎呀，我发现我打盗贼得一直留一个食人鱼精在手里，对吧？来个食人鱼集群，我这个牌没啥能破意义的，真的就是了。先挂起来，没事，假装淡定，假装我们有嗜血。场工也不低，我跟你讲，咋五百多了？因为我开挂了。十人，呵呵，这咋整？破了吧？这真的得破的，这不破是真的打不下去的。我后面任何一张牌，那个六杠六，那个王宇，我出巨型，我出汪峰。任何一张牌都没有办法去破这个意义，但是我很怕我破了以后他打一个五，哦，我知道不说话就没有。对面有私货怎么办啊？变身打两六打死了呀，先变身打一个六出个二杠三，然后再这样打六赢了呀，这么简单。给我，我觉得真的可以去赌这个打六，我手里面来了撕咬了。先别结束，跟他酝酿一下。朋友，发牌员，我最爱的布鲁坎。六，六，六，不会玩儿。你不是给我机会破你这个意义了？眼睛所见。叮。哎，你这么送我斩杀真的不好，我的观众会怀疑我。哎呀，大家可能都嫌我太菜了，我又是这个，嗯，来个食人鱼集群，看一下我叫牌功力行不行。可以开个水友局啊，我不是不太愿意开水友局，就是我怕水友局很，就是以前啊我有试过跟水友连麦的，就是玩游戏啊什么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有些水友他发弹幕或者是他群里面聊天的时候特别嗨，一到我开直播了他去说话他就声音特别小，然后讲话也有那么一点点卡壳，对吧？我不是在 diss 啊，就这种情况我之前遇到过，以前就群聊的时候各种很活跃发表情啊各种各样，一到说话了，我觉得三号可能是个狼，前面他就我觉得三号是个狼 over。 对，哎，你说这样的你怎么搞？
就毫无逻辑分析，一句话结束，我觉得你是一个狼 over。 那我人傻，然后到我了啊，那我能说个啥？那你说这种话发言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？哎，就我碰到过，就不是说什么，就是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吧，所以还是要至少你要搞点能说话的人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怕那些人啊，就平时我跟你讲喷我的时候特别机智，话多的不行，我一让他们说话不动了。哦，真的啊，我没吓你们，我没吓你们，我下发牌员，我威胁他。上一局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吧，我觉得谁谁说话很对，我觉得他的发言很对，就这么过了吧，我也没有太多的消息，就内心就是慌的一对吧，不要说话不要说话，是这种感觉啊啊，没事，还有一个啊，你不会连这个都给我解了吧？哦，那还好，只要给他脸冻上就行了。这个牌好像不带变身的，如果我没记错。哎呦，又来一个文啊，本来我想加这个进化，对面可能会骂我吧。啊，很小，哎，这个你可能解不掉了。我怎么在抖音也不说呀，朋友，我去哪里告诉你啊？我有你电话，有你 V， 还是有你啥联系方式吗？我是不是还要打电话告诉你朋友，我去抖音直播，你竟然来看我啊？这位朋友，我如何告诉你啊？你就不关注我，我还如何去联系你啊？怪我啦。这我惊呆了，我去哪里找你？要不你把你的啥联系方式就说一说啊？这，哦，对面要开始的下个河，我可能要死了。回合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他脸被冻住斩不了，不好说，但他七费得看到他哪几张关键牌减费了，他淹没上回合开的对吧，有一个法强，看他能解我多少，还有就是那个一费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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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有没有，确定没有伏笔吧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我觉得没办法，我只能打这个了，我不解他我要死了，我有没有可能解这个法强啊？哦，可以，我没办法走脸，我认为我不可能走脸，这两牌都要解，因为我把这个牌交了以后我没斩杀了，但是也不一定，他万一不解我下回合我有斩杀，他不知道，这两牌不解我必死，别解我，别，哎呀，没东西复制了哥，想想还有啥办法，没事，我再去哪儿进化一个大的，就看这个牌带不带杰斯了，带杰斯伤害还是很足的，不带杰斯就不好说。不知道对面的构筑，现在有很多版本确实已经不带杰斯了，进化也没必要，我觉得动脸挺好的，先混着吧。我见过一个，不，现在主流很快的套牌是不带杰斯了，但是就是上一个版本的这种套牌是带杰斯的，现在目前最流行的版本是不带杰斯的，但我不知道对面带不带。还行。
过了吧，我觉得没必要进化。你说我这些怪我死掉吗？如果有个法强，哇，如果他带的话，他没杰斯了，如果他带的话 yes， 这都能赢。哇，这个闷棍打得好啊。一丢丢小卡手，二丢丢小卡手，三丢丢大卡手了，咋搞？没事没事，你不会解不掉吧？大，这个能踹脸尽量踹踹脸，毕竟血滴黑的血线还是有点高的。想啥呢朋友？大，一般般就行了。那你不是浪费解牌吗？就是血 DK 的第一张大解一定要到八费，就是我不知道它的构筑啊，就是我自己的血 DK 不带那个窒息，我带湮灭的，但是我看它就不像我湮灭的样子，你知道吧？因为血 DK 在前期基本上不可能攒起来尸体，那个引爆是没用的，引爆一定要等第一个855下了以后才有尸体，就基本上血 DK 前期攒不了尸体的，这是我打下来的感受。前期单解这个没事，吓死，不说了，就不能吹过头，就我暗示到了，不能吹过头，我一旦吹过头了可能就要爆了。已经订阅了是吧？谢谢大家的订阅，真心感谢。这是德鲁伊吗？为啥起手不留坎坎？我这个牌不太需要坎坎，我是一个进攻套牌，我为啥需要坎坎对吧？留坎坎都是弱者的行为。大地，但三费出一个8/8也还可以，也不能觉得他很弟弟。虽然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，但毕竟三费一个8/8，我也就勉强能够接受吧。至少432了，慢慢跳。开心就好，累了。那么让我再抽一个四费过牌，抽一个布鲁坎，不，抽一个汪峰就赢了。这能踢两脚，他这里还要打滋养的。嗯，连滋养都没有，那你是真的有点弱。啥意思？这里打二肯定比出两个这个弟弟要好，这嘲讽谁呢？哇，我现在看这个树表，这个图，这个
画风好膈应。再来一个，那你打两个二啊。我反正不会管你的，这确实有点吓死我。这一手我真是没有想到。我想想我能不能给他握了，我觉得不好。这样子吧，我们稳一点，这一个解了，然后我算算看，四个，我觉得撞了，把这个握了，最好握一个，这握的有那么一点点一般。其实可以讲道理啊，我觉得不好。如果对面手里面有团本，你不是跟对面一起送了吗？我感觉没有必要吧。一二三，那这个格子。其实怪也不多。这刀可以砍的，无所谓的，砍了再挂一把。我觉得我的怪没有很多，也就一二三四五个，然后你解一解，我准备好我要去了。这把呢，没有汪峰啊，那，哎呦，就，对不对？开始解我了。解。爸爸儿子，爸爸儿子，爸爸儿子，爸爸儿子。你看我这个牌有几万种赢法。